周日档刚刚大结局的《延禧攻略》是近期最火的一部清宫戏。戏里的傅恒和魏璎珞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，但是戏外有很多机会可以再续前缘，比如在大本营举行了婚礼，还一起拍了不少杂志封面，就连杂志花絮，薛凯看吴谨言的眼神都要把人融化了。真希望他们可以合拍一部现代剧，剧里两人好好的在一起，傅恒式的注视，这个眼神好温柔啊。一起来欣赏最后杂志的成片，满满的 CP 感。吴谨言的现代装其实也很好看，两人的侧颜都很美，比起两个小辫子，更喜欢吴谨言的短发造型，狗啃头刘海显得五官更加立体。